一二年卷二廿八条啦，咁就一个 statement leaf diagram 啦，树干图，咁就佢就话有一班人啦，佢哋嘅年龄分布咁样样，咁就问咩咧？如果我呢班人里边是但抽一个出嚟，咁就问呢一个抽出嚟嘅人咧，is not under the age of 74，佢系个年纪啊，唔会低过74。好嗱，74喺呢一度。咁問題就係你要考慮嘅就係唔低過74，咁包唔包74咧？咁唔 lot under，咁即係其實係包74嘅。74可唔可以？得，因為74咪叫做唔係低過，即係唔係年輕過74歲咯。咁所以咧，呢個44、6、79分別就係即係74、74、76、77、79啦，同埋呢個91都係我哋要嘅嚇。咁其實咧，你要數一數 total 而家有幾多數先？即係有幾多個人呢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個人。咁有幾多個係叫做 the age not under 74？就我哋間住1、2、3、4、5、6個啦。咁所以咧，呢條數嘅答案應該就係6 over 20。咁我哋撳機就會知道答案就係會0.3啦。咁即係。Option B 啦。